準備妥當。四場賽事國際三級賽千二沙田銀屏啊，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就呢只黃客王應聲彈出啊，響出邊再日日精彩啦，咁啊守住第三位就常錦恩內欄，第四咧仲有和道區啊，出邊第五位藍衫精輝，後邊三隻就再遇歸來啦，黃龍大將啦，咁啊暫時殿後咧就嗰只有你共上嚟噶，轉呢個八百米彎，咁啊前面帶頭嘅馬咧就係呢只黃客王啦，日日精彩咬住第二內欄，第三和道區，第四位係常錦恩啊，後邊嗰四隻綠色帽內欄咧就係呢只再遇歸來啦，精輝係拍住佢啦，後邊兩隻白衫內欄尾二咧就有你共上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嗰匹馬咧就係黃龍大將嚟噶，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就黃客王佔先啲啦，咁啊日日精彩就逼住佢噶啦，再見到第三位就和道區啦，出邊咧仲有呢只常錦恩啊，再後一層嘅馬啦，仲有呢只再遇歸來啦，出邊啊精輝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，咁啊兩隊灰馬鬥完未啊？黃客王鬥緊日日精彩，常錦恩開始上嚟，再後邊個再遇歸來，最後一百米埋邊黃客王中間日日精彩，出邊大魔贏唔贏到？常錦恩沙田銀屏大魔贏啊！常錦恩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好近啊，埋邊黃客王中間日日精彩咧，個鐘點嗰度收一收啊，好似出邊綠色帽再遇歸來，出邊精輝2019/2020沙田銀屏大魔常錦恩贏。潘頓喺閘前啊，好積極嘅打圈，跟住馬嚟跑。潘頓都三場啊，大。